李龙兄，怎样了？有人发现水步枪将军已。死你！今日国民这么抵抗，也无害死你。你陪我躲过这么多难关，这么多血战，你拢陪着国王走过来。国王不过叫你去砸一个国血斗场，一个小小的国血斗场，你竟然就这样走了。你是一生也未得到国王赏赐予你的快乐幸福，你不是讲要永远效忠国王，这就是你效忠的方式。国王尊了吗？国王尊了吗？国王，王兄，谁？是谁？啊，我不知道。不知道真无关，连孙策将军尸体有功，国书赏金50两。是，您何事吧？啊，是。国书替国王找出凶手，不计代价，用任何方法拢好，找出凶手。小如。麻烦你替水无常将军验伤。是，王兄，请你接待。所有人拢退下。宋姑娘，抱歉，今日不能一同饮酒了。明日吧，请你接待。铁罗，你也去休息。王兄，为王兄牺牲性命，虽无强义，无悔。我知，但是国王后悔了。国王非常、非常的后悔。水步枪，